我是刚刚的河道的2013年了，9月18号，瑞芳站南8:30，收牌的是4184号北湖发特种沿线的12的 ENU 800轻轨小圈快车。我们的4184号在瑞芳站刚代币完，开往苏澳，北湖发特种沿线的苏澳全车，然后那拐，拜拜。要办有白领，不要钱了，在路上呢。办有白领为消耗，全都修哥啊，办再见。在瑞芳站，瑞芳站已经行，然后瑞芳空调频道已经通过，修哥再见，拜拜。